这里要开辟新道路，附近建筑物也做上记号，近期准备拆除，因为内门这里要盖动物园了。而这也是内门区瑞山里长谢振成从深绿转为支持韩国瑜的原因。我做不来啦，我当然讲啦，你八当做袂好，人八个月就敢做好啦。3月12日，高雄市公务局张贴公告，为了内门观光休闲园区连外道路工程，将要进行丈量并拆除地上物作业。谢里长才惊觉，跟陈局市府讲了8年的动物园，竟然在韩国瑜任内要动工了。那不是讲这土地爱变更，无就是讲爱送去中央返评，无就是讲无钱，选举2摆、2摆的无同款的话啦。一直3月12日，一道公文搭伫一个拆除的一间厝的顶管，我去看到，我才知讲，哎。第一时间，谢里长没有勇气去表态挺韩国瑜，因为韩国瑜去年选前来内门拜访，想要寻求支持，但被谢里长拒绝，当着韩国瑜的面说欠陈其迈一个人情。但如今却看到韩市长上任后，默默启动了内门动物园，而且从头到尾都没邀功。我听李家芬讲遐话，讲一定后头厝的心情，感觉足安慰。阮某主呢，底下擦目屎，我那叫阮后生等，我讲恁老母伫遮好。你等下方便让他改观。中埔里长谢清雄，同时也是谢里长的爸爸，很激动。他跟太太一起说服儿子翻转政治立场，也号召当地其他深绿里长一起挺韩。韩国瑜既然伫这个八个月，小小这八个月，吼，伊有在调来，今仔日来事情，吼，互咱。感觉真正有咧做这个工课。动物园预定地就在桥后方的大片山坡地上，内门紫竹寺庙方当初说好用1元象征性的把总共12公顷的土地租给高雄市政府，就是希望有了动物园能活络当地产业。但没想到一拖就是8年，直到韩国瑜上任后才看到曙光，也让当地长期支持民进党的板块逐渐松动。记者吴国珍高雄报道。